对 BB 好，我会选择家宝的婴幼儿食品。我揀家宝，因为是美国 No.1 信心的保证。 BB 健康咁重要，为了对 BB 有保障，我一定买正货。哇，咁便宜又咁多款，是不是正货来的？认清正货很重要，因为水货货源不明，没有经过出口检测，包装和成分未必符合出口规格，亦未必符合本地营养成分、声称及标签要求。水货运送期间还有可能发生因温差、湿度等问题令到产品变质，到时妈妈就投诉无门的了。家宝正货是会有营养成分及标签，标签上除了要有 Nestle Nutrition Services 21798333热线，还要有 QR code 才是正货。身为精明妈妈，当然不会贪便宜买没有正式出口验证的水货给 BB。 为 BB 着想，我当然选择买家宝正货了。你看看 BB 吃得多开心。